你能够起来，还有那边，对，对，对，这是这里，这里的筋跟那里。后，不是后，是腋下筋。腋下筋。那所以我们平常前后左右行动，这个算是一个比较 base 的状态。先练出来，下面的问题你先练出来，再还有点希望啊。他也可以，因为他比较轻啊，他比较轻也可以。我也是几公斤也算轻啊。你承受不了，你承受不了。我教过你们这个，就是这个哈，你看，人站直，膝盖不要弯哈。我是不是教过你吧？这个用的什么？这里的筋的点跟这边提，所以这个下去的时候，这是下去，它起来，嘿。你看，它是，你试试看，压下去，压，不要跳，膝盖直的，压，来，这个要有力量，快，往下，你看，没有血压高的不要练哈。有血压高的不要练，或者往上也是一样，往上就是这往上，这也往上了，啊，往上这往上，这也往上，你看，往上是这样子的，往上是做这个，在这里发力，往上，这是往上，来，往上，来，你的手的方向没有正，手的方向这样起来，一条线起来。你的手是从这边起，你的手是从这边分的，歪了。你看，从这边分开到这边的时候，啪起来，走。哎，对了，江文斗，来，起来的时候你起来，到这边的时候，这里发力量，这里变成这个力量，来，这里力，哎，这个力量。手整条手臂也有力量，可是力量的来源是这边，不要跳，下面收，走，力量，你的手要啪要有这个力量，你看啪，这个停住，啪，这个停住。停住，起来，停住，快，来，这个力量要大，跟这个力，哎，对。所以这个是不容易跳起来的，这你能够跳一个砖的高度就很不容易了。啊，你能够跳一个砖的高度就很不容易。啊，你们可以试，你们可以去试这种力，这个力。
这是这个，这是绝对要收的，绝对要收的。啊，这种力练出来，就我讲，把自己拔起来。啊，脚并着，松，对，哎，比较好，对。哎，用这里，不要用这里。往下的力量，哎，对，这是往上的力量，这是往上，啊，哎，实话，你也有希望啊，怎么不练？哎，练。尤其往上的这个跟往下，你的手臂要有一个什么力？手臂练出来一个这个力，你看这个力，晓得吗？不对，这个力，手臂练出来这个力，练出来这个力，啊。都在这边，在这里，行吧？啊？会，这边会摔跤。你来。哎，你没有到整只手去。不要先跳，你那是先跳。用这边。哎，比较好了。强化，哎，对了。这个力量对了，哎，对，啊，下面再，哎，对，下面再提，啊，手肘稍微弯一点，跟翅膀一样走。那一瞬间增加这个力，走，不对，不要先跳，走，哎，等，走，等这个力量，你宁愿跳不起来，可是要增加这个力量，嘿。这个，啊，不对，你看这里，不对，不要用到这里。这个力量是往下看。往下，用这边。手肘要稍微弯，手肘不要直。起来是往内的时候，才用这边。也是一样啊。往内的时候用。全都是啊，不对。走。什么往内？这是往下，这是往下的力量。一样用这个力量，
用这个力量，手肘不要那么直，稍微弯。可是手臂往下的时候，这里是往上的。对，它有力量，你不要去拔它，你就用力就好了。身体不要动，身体不要动，身体不要动，正的，身体不要动。走。你力量在肩，力量在肩头。肩要放掉。不对，练习用这边，练习用这边。不对，你们来摸，先让他们摸，你摸这边，你摸，你摸这个，来，你摸这个，你摸这个，你摸这个。这个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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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做这个哈，你看哈，力量是有没有？这个有没有？这个力量下去也是一样，下去。这个练习用这个。听不懂啊？去试试看，来，来摸摸看。回去要拴三天。这两根筋。另外一根是后面的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好，看好，上来是这个，下去是这个。听不懂？要去练。来呀、啊！不要让我浪费掉这个。下去，下去，上来，上来，这么懂？只用这个摸筋呐、啊。再往内一点，哎，对，往内。一个是在这里，一个在后，在这里。好。往上哈，等一下，往上的时候，下面这边哪里懂？哎，你先摸这个吧，你下上，那么懂？会练这个，你没摸对，哎对，下。啊，上，听不懂，来，你没摸对，来，上，下，听不懂，啊？那谁上下那么懂去会用这个不要用肩头力用那个力量，有一点刚才对，哎，你不要跳，你不要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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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住，停住，停住，能停吗？哎，停住，停住，走，停住，走，不要跳。